TPG 文创，王晨轩，王晨轩。哦，是都没有想到的，我没瘦呀，我就说我哪瘦了呀。听说陈炫有一本小本子，里面写满了吃的。哦，对。你来这里就为了写吃的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，来到这边之后，有很多我没有吃过的零食。这里有很多没有的零食。所以我会记录下我在这边吃过的一些好吃的零食，写在一个小本子里。辣条吗？他们真的狂买辣条。陈炫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这里是我们的第一个舞台初评级的地方，当时我和新明、玉兴还有品轩在位置上一直一直不断不停的顺动作，因为我们看到在舞台上的姐姐们，她们都表现得好好。我知道我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改进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不能输，我们要向他们看齐，努力做得和他们一样好。我会带着这股不服输的冲劲向前冲，加油！希望能让你们为我感到骄傲。